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玩具推介，我係 Eric。 嗱，咁啊 ，American Diorama 咧，咁啊隔咗個零月啦，咁啊終於係有新嘅預訂啦。今次就係 LB 嘅套裝啊，咁啊有呢個 LB 帳篷啦，咁啊以及人偶 set 裝嘅，咁啊兩款就分開預訂啦。咁啊人偶相信大家都會熟口熟面嘅啦，咁啊冇錯啦，就係、是、上一款1:18嘅 LB 人仔啦，咁佢就係縮細翻變做1:64嘅比例啦。咁啊，不過咧，由於係64嘅比例關係啊，咁啊，人偶嘅細節上面咧，咁啊，亦都係會有閹割啦。咁啊，另一款啊 ，LB 嘅帳篷咧，咁啊，個頂啦，同埋個邊位咧，都係有 LB 嘅 logo 印住啦。咁啊，可以配埋以前出過嘅64咁啊 LB 系列嘅車仔啦，咁可以砌成一套嘅場景嘅。咁啊，而近年人氣大增嘅 Pop Race 咧，咁啊都有新嘅車仔到貨啦。咁啊 ，Subaru 嘅 BL set 啦，咁啊2022啦，咁啊翻咗四隻色嘅，咁啊有藍色啦、黑色、白色同埋灰色嘅，咁啊仲有價草好睇嘅 GR862022 啦，咁啊同樣都有兩隻顏色啦，咁啊紅色同埋白色嘅，咁啊另外大家記得啦 ，Pop Race 嘅新系列咧，咁啊 LC Mark 係都有得訂噶，咁啊唔想錯過嘅，咁啊記得登入 LC Mark 嘅網店預訂啦。咁啊 ，Tiny 都有三款嘅新車仔到貨啦，咁就1:76啊，咁啊 Benz 嘅 Sprinter 救護車啦。咁啊，同大家平時見到嘅救護車唔同啦，咁呢架就係聖約翰救傷隊嘅救護車啦。咁啊，仲有1:76，咁啊新一代嘅消防泵車啦。咁啊，呢架就係屬於觀塘嘅分局啦。咁啊，同沙田嘅分局架泵車係有所唔同嘅。咁啊，最後仲有1:64嘅檸木小型巡邏車啦。咁啊，呢款車全港就得兩架嘅啫。咁啊，係警隊喺2010年啊，咁啊引入嘅。咁啊，主要係部署於山頂啊同埋長洲。咁啊，因為其地理位置咧就比較獨特同埋狹窄嘅。咁啊 ，Bandai 玩具模型方面啦，咁啊有一堆再版嘅模型到貨啦，咁啊有 MG 嘅 Narrative Gundam 卡版啦，咁啊 MG 嘅精神感应扎古啦，咁都系卡版嘅，咁啊仲有 MG 嘅突击自由啦 ，MG 艾比安 ，MG 嘅能天使啦，咁啊同埋 LG 嘅全武装独角兽啦，咁啊 Bandai 最近就有好多新货啦，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客问会唔会预订啦，咁啊所有嘅模型类咧，咁啊暂时就冇预订啦，咁啊不过咧现货发售嗰阵咧，我哋系会喺 Facebook 公布啦，咁啊请大家敬请期待啦。好啦，咁今期嘅玩具推介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中意條片就記得 CLS 啦。咁啊，上次有咩新嘅優惠呢？可以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， 我哋下集再見啦。